才有冰棒糖。いいの。待って。さあこま。さあこま。我买了超多支，然后都没有抽到做鉴定跟卡奥罗。Action！ 今日的服装解说。今天的重点其实衣服还好，就是全黑，全黑的概念，马靴全黑概念。然后主要是在配件上面逗了一点小俺刚好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超级昂赞的法式，所以就决定用这个法式来代替今天的我的昂赞的元素了。再来呢，要怎么显示我的欧西是谁呢？就是在我的耳环上面，我的红色耳环超方便的，一次用到很多角色的红色耳环，红色耳环还有之前上次的那个演唱会就买过的那个十字架的。项链，拿了一个毛巾，虽然说这里有很多个毛巾，但是因为今天跟阿 K 一起搭配，所以准备了这个。因为我看到日本的仔仔们，他们去参加活动时，他们都会拿着大毛巾拍照，然后披在身上之类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尝试这样。痛包的话还好，不用特别多介绍了，因为之前痛包的话就在之前的影片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不会再变成一个痛包。血雨，血雨泪，对，血雨泪，不会再变。要带八周年娃呢，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出新的娃嘛。然后，但是我的卡奥鲁还没收到，我那时候第一波都没买到卡奥鲁的娃，所以卡奥鲁比较晚到，今天没办法一起来参赛，所以就直接让他以一个旧的造型一起来参演了。俺的棒棒，这次有卡奥鲁跟萨克马类的两根棒棒。这个我们今天因为刚好去吃那个广岛烧、大阪烧，我刚才吃的时候讲成广东烧。去拍那个居酒屋，很常见到那个仔仔们会把这种地牌放在那个大杯的饮料上面拍照的画面，就是体验了一下这个东西。那指针先戴起来好了，主要是只有戴这两个，因为怕我手忙脚乱，还是戴这两个为主。这次的周边。闪闪发光的，今天带了一团来拍。最后呢，就是其实我这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发文，我准备认亲卡，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认我，你知道我只能处于一个担心受怕的心情吗？我认了，你认了吗？那请问你要谁的？你只要出示订阅的话，就可以任选一张你喜欢的角色啊。如果你要跟我交换东西的话，再让你多选一张。那你如果所有的地方都有追踪，连阿 K 的账号也追踪的话，我全部都送你一张。商人推销有没有？阿 K 画超可爱的，这个之前如果还黑雪狐应该有看过，我们有弄那个抽奖的人头的那张纸上面人头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小改造，把它变成这次的任期卡，主要参战的四团的人员，昂代的，然后红月，阿卢卡乐一的 ，PK 呢 ？PK 呢 ？PK 呢 ？PK no no 在这里。对，还有 BK 的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发出去啊？但是你要不要进场每个人发一张啊？大胆一点！就是我刚刚在那边打白眼，我就被他们。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抗战造型啦。这次的指甲，原本是想犹豫要做黑色、紫色，就是Undead的颜色为主的，然后后来听阿 K 的意见，以这次的专辑封面的颜色为主。然后我上面还有小十字架，
就那下班了，一场演唱会结束，下班的两位，我不知道。那完了，今天的爆点就是他们居然唱了 solo 曲，虽然都是一小段一小段，但是居然唱了 solo 曲，我觉得我好感动哦。剩下的就是等明天再慢慢在家里自在的一点的反哭了。哎，这样我们很努力嘞。对，我们第一次在演唱会海口，这个是第一次，我第一次，就是你我入坑之后第一次。老婆，太快了。现在来开这个昂萨的 B1 的。是不是？然后笨蛋如我，我把一个我已经拆过的带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来吧，我目前都还没拆到我们村。那你，你家爸爸的坏，好不容易抽到的累。